圈娃子妈妈在挑萝卜。倒在这里把萝卜选出来。萝卜洗好了，把不好的刨掉。刨好了就切成一条一条。圈娃子用水瓢端到板篮子上晒。用水瓢舀得太少，妈妈叫圈娃子把盆抬过去。把萝卜干倒在这个上面。他也帮忙把萝卜干摸均匀。那里没有倒完，就挂到树上。这时萝卜干切完了，轩娃子一边走一边说：晒那么多萝卜干可以炖肉、做咸菜，下饭很好吃。